哎，老板，那个两瓶小熊猫算一下多少钱？5块钱一瓶。啊，好好，行行。啊，行。50，两瓶。不是，两瓶50块钱啊，一瓶5块钱呢。啊。电池提三计啥的不会有错啊。不是，那也不对呀，那两瓶也不能50块钱啊。要你算的。听见了吗？不是，那算了，我拿一瓶吧，我两瓶我喝不了，好吧？啊。45。45。不是怎么算的呀？这45块钱，你这。计算你算吧，我不要了，一瓶我也不要了，好吧？啊。不是进你家门我还得买门票，我不要了，我还得给你40块钱。不是计算的，你说我吼什么？是我算的。那行，我要，我两瓶都要。90。不是怎么越来越多了呀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。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哎，等会儿回来。80。不是你这怎么八十吗？你要用算了，我要两瓶，我都要。要了啊！130，这都哪了？130，这怎么成几何倍增了？你这我不要了，你这没法要啊！你这130，这咋要？不要了。你1万多块钱，你这。你要吧，你说。你烫死我了你！你眼瞎呀？看见我端着粥柜烫的，你不知道躲呀？你也瞎呀你、啊、看着我来不知道躲呀、叔叔阿姨，菲儿昨天晚上刷抖音刷到半夜，这点还没起床呢，你们不管管？今天周末就得多睡会儿呗。不是随意开始吧，我也开始吧。不是，我寻思那个领他出去，我们俩一起去逛个街。等他睡醒了再说呗。顺便给你们换个手机啊也好。菲儿走啊，咱俩逛街去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，别烦我。叔叔阿姨，菲儿又睡着了。就在这睡会儿呗。哎，别，那我热了。那个，我看空调有点旧了，一会儿再给你们买个空调。炸！菲儿，别睡了，快起来吧，咱出去给爸妈买个空调、手机去。买个球，买滚。丽丽，你吃了吗？我没吃，我还坐这一块吃、啊。不对，阿姨，她刚才说的她吃了。我说我没吃。你说的你吃了。我没有。老婆，我一定说她吃，是吧？我没吃，我刚才听她说没吃。不对，她绝对说的是她吃了。我一定说她吃了。我吃了。停，等等，闺女，你出去聪明劲，我们好好捋一捋。哦。绝对说她吃了。回家先关上门。然后换着鞋，然后就说爸妈我回来了。滚、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姑娘，把碗刷刷啊！菲儿，我饿了，我想吃猪蹄子。这大热天你张嘴就来，你这是谁呢？你知不知道出去就晒黑了？你以为是声控的呀你？赶紧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出去你打我干嘛？你需要跟你说，我女儿像咱一样翻倍儿低，只是一个醋瓶子，还不是个醋瓶。哦，这样是醋瓶，醋瓶。大哥老公，我想给我妈转1000块钱。行，没问题，你转吧。啊，你真好。老规矩，我输前三位。我知道，我输后三位。你别看啊。哎、我不看，这还怕我看呢？那好了。嗯。行，你转过去吧，你也别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谢谢老公。走吧。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鞋好看吗？好看啊。你踩一下。
把踩脏了怎么办？哎，没事，你好吧。你脱了鞋。怎么还得脱鞋啊？快点。哎，行吧。哎，你先把鞋还给我。哎。妈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媳妇儿，这鞋太好穿了，这新鞋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叔叔，今天你过节，给你带了点东西。哎，不用啊，女婿人来了就行了。女婿可找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应该的。妈，天这么热，你空调也不舍得开，你咋了？什么空调开？开空调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天真的不用开空调，你不热。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看我色了。我错了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来家你就开始装。哎，对呀，这不是我家。哎呀，一个人。媳妇儿，这天太热了，你给我买两件 T 恤吧。买什么买？给你免了是吧？不是你啥意思？你跟我说话呢？我说的就是你，你是耳背呀，一听没有人话。行，你给我挡上，你小心我回头抽你啊！你来呀来呀，不怕你还不成？给我滚一边去！喂，叔叔阿姨，快过节了，我准备给你们买点东西。哎呀，女婿，不用这么客气啊！还是女婿好啊！买什么买？给你免了是吧？小叔子，你这小嘴呀！哎呀，老头啊，你可别生气了。我说的就是你，你是耳背呀，一听没有人话。你给我等着你啊，你要等什么呢你？你来呀来呀，我怕你还不成？给我一点！哎呦，等了等了，我一会儿过去。老头，走走走走走走。你能不能别一吵架就放养我啊？你好歹问我去哪儿了，干嘛去了呀？爱干嘛干嘛。那人家有媳妇儿，我也有媳妇儿管啊。你骂我两句也行。来来，你骂我两句。滚，越动越多。对你女婿这么好，你骂他干什么？不是，是他让我骂他的。他啥呀？他叫你骂他？不是，不是阿姨，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，他总这么骂我。让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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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白去，白去。对对，你咱们叫你娶我吗？你娶吗？你好好吵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快点。我爸我妈来了是吧？有人给你抽烟了吧？我现在又得学做饭，又得洗衣服，现在什么都学会了。你再逼我，我跟你说，你信不信我从这跳出去？五爷吗？姑娘和女婿又在家打架了。爸，五爷不管这事。我姑娘要跳楼。咱家才住一楼，那好玩的。有高层的吗？给我换一个。有高层的吗？给我换一个。谁呀、啊？妈，就你自己呀、啊。在家干嘛你啊？我过来吃晚饭呢。快，你拿去拿去。哎哎，妈妈妈妈。谁呀、啊，老婆？要坟了，要坟了。咱就发烟儿，咱家门口来了吗？这，哎，谁呀、啊？天哪！谁老公啊？哎呀妈呀，这是个要坟的。好，哎，叔叔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回来了啊？我刚买了点东西，我去。啊，早上快点，快起来吃了啊！行，好好好，你给我起来。哎，叔叔，他，没事儿，上，快起来。谁呀、啊？哎，叔叔。哎，我发现你每次到饭点你就来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我又不是来蹭饭的。那你是来干嘛的？我昨晚上睡觉从床上摔下来了，你看我头都破了，疼死我了。啊，你头疼你就赖我呀？啊，那你肚子疼是不是也得赖我？赶紧走。那不就赖你吗？赖我干嘛？我想你想的睡觉都能梦见你啊，睡觉从床上摔下来的啊。你从床上摔下来你就来找我，你肚子饿了也得来找我，你还想干嘛？我想让你当我老公。起开，不可能啊！我变成你老公了，我的三套房加我的车就变成你了，对吧？我不管。那今天你不管我就不走了。哎，我发现你这，哎，这我怕你了。来来，钱你拿着，上医院或者买药随便你，好吧，你走，赶紧走，快点又不是你家吃饭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晚来接我？你知不知道今天外面天有多热啊？我穿个运动鞋，我脚都捂出味儿了。我，哎呦，救命啊！又不是你家吃饭，装什么装啊？开了，不装了。
哎呦，我真服了你，咱是不回家吃饭，我这不是上飞机场把大姨妈拉回来，咱出去吃吗？哎呦我的天！快快快快快！那新张家的媳妇儿第一次见，真是印象深刻，与众不同。谁呀、啊？谁还没有三五个追求？追求者，你个算了吧你，三五个备胎吧。这都是男神级别的，185的身高，8块腹肌的身材，那颜值你想到的哇塞！嘿，来来，你把他叫过来，我比量比量，好吧？我说的哈，我说的，我看看你的男神到底是什么样了。没人娶我，来，现在过来，我给你发位置。男神呢？走哪儿了？到底？人家开跑车一溜烟就过来了。哎呀，表姐，我可找到你了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不是，哥们儿，哎，你这大老远的过来送个棒棒糖啊，够油钱吗？这就是你男神，8块腹肌的男神啊，哥们儿，你八块腹肌在哪儿呢？啊？给好评啊，不给好评怎么走啊？你走过来。什么好评？身高185，8块腹肌，我们公司最帅。哎呦！我操！这账户没法看了，今天上班就遇到你这样的女流氓。我操！你男神呐！哎，你干嘛呢？大姨妈走了，大姨夫又来了啊！你说什么呢你？我是有话跟你说啊！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咱俩结婚吧？不是结婚，不可能！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还想骗我兄弟的红包啊？门都没有！再见啊！不是，那算了，那咱俩要个孩子吧？不是要孩子？人家谁会把孩子给你啊？你想要个孩子？不是你想多了吧你？咱俩一起。那咱俩去要，人家也不会把孩子给你的。不是，咱俩这样要。哎，你双手合十。你就是这样跪下来求人家，人家也不会把孩子给你的，知道吗？我为你30多岁还单身，我祝你单身一辈子。哎，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样啊你？你一天到晚的想天上掉馅饼，要这要那个的，你想要孩子你自己去要，拉着我干嘛？我也祝你单身一辈子。没这个状态了，真的。不是，这不是你家呀？啊，对对，这就是我家。哎，别走，我这马上拆迁了，拆完迁不是三套房了吗？哎，到时候写上你名字也行。哎，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啊，是吧？我觉得咱俩挺合适。哎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呀，我有点冷。我这有衣服，那你披上，别冻着啊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冷。哎，那怎么办？我就一件衣服了。哎，我在家的时候我说冷，我妈立马就过来抱抱。你这整的有点太着急了吧？哎，行，你等一下啊，我。哎妈，儿媳妇给你带回来了，她说有点冷，你出来抱抱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马上过来啊！哎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不是你是不是着急？我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打车过来，就是在农村我也让她打车过来，行吗？你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觉得咱俩不合适。哎，不叫长颈瓜不甜。哎，没事，你解渴就行。你有点毛病。哎，你不回家蹲这儿干嘛？我那个亲戚来了，你去帮我买点东西去。哪个亲戚来了？能是哪个？大姨妈。啊，大姨妈，她现在已经来了。你在这待几天？最起码不待一个星期啊。一个星期啊？哎，行，知道了。明白了。我明白，我什么不明白？我去买东西啊。你待会儿，来来来，大把手帮我拿一下，快点快快。买什么？角瓜、冬瓜、南瓜、肉，我能买的全都买了。那个，哎，这还有，哎呀，雪糕，挺贵的，咱俩吃，这个就不留给你了。没这个状态了。走哪儿了？不来了。咋就不来了？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。被你气走了，不是，你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，他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赶紧的，打电话。你自己吃吧你。不是，你把电话给我，我打。上辈子祸多少小姑娘？赶紧。今天天气就是真好。不是瞎呀，小心我收拾你啊！哎，哥们儿，你想怎么的？会不会好好说话啊？怎么了？我就这样手滑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行。你想干嘛你？你还敢惹我？你信不信我嫁给你啊？坐你的车，睡你的床，花光你所有积蓄，让你天天吃馒头就咸菜，再给你生10个8个娃，让你尝尝这社会的险恶。哎，姑奶奶，我错了。哎，是的，多谢你救命之恩啊！怎么了？追尾了？追尾？这停车场你能追尾？那不都怨你吗？怨我干嘛？又不是我开的车。车后面写的大龄青年追尾必娶，你也不娶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可真服了你了，我就，哎，你把车撞了啊？是我。散了，我自己修吧，我自己倒霉，快来。啊！别碰我！
就你这样的出去，我放100个现金。你快点快点给我转10000！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我妈着急用钱，我手上都是现金，你快点！啊，行行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给你转，马上给你转。啊，行行，哎，我这就这么点小金库了，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呀？我打算分期12年，每年还1000，每月83，每天20，上午13，下午14发红包，这样我就能接受你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说还个钱整得这么浪漫？哎，不对，你这个钱具体什么时候才能全部还给我？我打电话问我妈什么时候钱。这什么时候能全部都还给我？哎呀，哎，咱俩分手这么长时间，我刚跟你说借12000，你不到2分钟就给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觉得咱俩还是有感情的。哎，咱俩分手这么长时间，我刚跟你说借12000。出来带我玩就能下棋哈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天哪，不是我不想走，是车没油了，走不了了。没油了啊？你这早上才加的，怎么可能没油？确实没油了，我觉得咱俩今天晚上肯定回不去了，下车找个地方新住吧，好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行，你过来看来，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哈油表啊，这个指到中间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没有油了，上面红灯已经都快开始警告了，没油了，真的。那边呢？那边它不是，哎，你不懂。咱俩先住一宿，等着明天有油的时候，咱俩就可以走了。那怎么住一宿，明天就有了？哎，就你这个智商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这样，比如是油箱，发动机开的时候，这个油箱它会转，这个油浮在这周围，等到住一晚上，它这个油沉淀下去，明天有油了，咱俩就可以走了，懂吗？哦，哎，你好聪明啊！就你这个智商，我发觉你真的是，也就我能给你解释明白。走走，昨天打肿脸充胖，今天还得来哄他，算了，先敲门吧。哎，等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来道歉的，我就是下楼拿快递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忘拿钥匙了那边。当初我追你的时候，倒垃圾忘拿钥匙，拖着皮箱。你现在跟我说的话，你能不能换个套路？你哎，我确实没拿钥匙。再说，我也没拿皮箱来呀。不是，你让我待一会儿，我那边开锁了，马上就过来，我就在这待一会儿行吗？再说，你不信，你可以翻我兜，我确实没拿钥匙啊。一个人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哎。哎，你干嘛呀你啊？这不是，他妈追我的时候喜羊羊，气我的时候红太狼啊！这女人太无情了。你干嘛？你大半夜吓死我了！你还知道大半夜？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玩疯了吧？我爱玩到几点玩几点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你这俩说什么呢？哎呀妈呀！我来了，家宝。辛苦了，不是你，我觉得你现在发，你心里面再努力点，我女儿子怡这么辛苦吗？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哎，妈妈妈妈，不是，阿姨，这不是上班，这手机包都是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现在给你买点排骨去啊。哎，我发现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这一个周买了7次排骨了，他家的排骨那么好吃啊？还是说你看上人家小伙子？现在给你买点排骨，补充点营养嘛。你确定是这么回事？那当然了，你以为呢？行吧，走吧。哦，等会儿，你脸怎么红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外面都是查体温的，你可别发烧感冒了啊！不能，我量下，我量下。行，没事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啊，早点去，早点回啊。走吧。哎呀，你落下来干嘛？大热天的。我都跟他说我有老公了，他不信，他都说我单身30多年，怎么突然间就有老公？不是，那人家说的也没毛病，咱俩又没登记，也没结婚的，你自由，你随意，随意。好，你给我等着你。你好，美女，是青青的闺蜜吗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他。哎，爸，你说啥？你说。叔叔，您慢走。我操！干嘛？好啊。走吧。哎，你这包不错呀，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背过，你哪来的？前男友送的。前男友送的？你那手链呢？手链哪来的？也是前男友送的。我操！这会儿就蹦出来两个前男友，你当时谈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前男友吗？哎，你到底有几个前男友？你跟我说点实话行不行？三个。那三个。三个我。这到底得几个？你不参加同学聚会了吗？你生什么气啊？什么同学
聚会，分明是在要眼前各个炫老公呢。炫呗，你老公又不差，三套房加一车呢，是不是？人家老公一个开大酒店的，什么山珍海味让我们随便去吃都免单。另一个更牛，房地产的老板说跟老公一吵架随便挑一套房住，老公就找不着。这酒桌上的话你也能信啊？喝点酒都爱吹牛，你也别弱了自己的气势。我还能饶了他们？我老公更牛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？我牛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将来他们都得开多少老公办事。办啥事？明天再就换工作。换啥呀？火葬场上班。你干嘛？我给你妈打电话，你退货，你这太吓人了，你起来，你少来，冷，哎，太冷了，晚上咱俩吃火锅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不是怎么了？这才几天啊，我亲你一下都不行啊、哎、你还用手擦？不是，你好歹女装一下的、哎、我拉粑粑，我又不用嘴拉。哎呀，不是、哎、你这又不是当初晚上拖着皮箱在我家赖着不走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怎么了？不是，什么阿姨、哎、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，老头，你还吃太太车鱼了？手机费、拍卖费、保险费、油费、保养费、水费、电费、暖气费、柴米油盐费，这点工资到晚上都没有了。不是还有你的吗？我的工资干你什么事儿？你还叫我？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。我吃饭惹了你了吗？你吃我饭了，这一觉都第三晚了。你们俩起不起？你说你吃。不起来。神了你！又是吗？老婆，哎，我来了，哎，我来了。说外面下这么大的雨，你去哪儿啊你？咱俩还没结婚呢，你管那么多？是没结婚，关键我这不是担心你安全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看谁家蹦迪不玩通宵的？通宵蹦迪，行行，你厉害啊！好，我老婆今天不在家，我去你那儿睡啊，顺便咱俩喝点。不是，你跟谁打电话？哪个小妖精？没有啊！哎，他都是我老公。哎，别给我了，你别，我跟他说，真是要不要脸了？你别让我知道你是谁，我跟你说。说实话的，以后别回家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爸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早点回来啊！看你想跟我玩？你干嘛呀你？好香啊！闺女，你在干嘛呢？至于吗？盘子里面还有老多呢。我习惯了，我在他家，肉都是他的。女婿，也太过分了吧你！不是，阿姨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吧，暂时先不要结婚了。吃什么肉吃的肉？婚纱都穿不进去了，还嫁得出去吗？你这个多吃点。你跟我解释一下这本书。怎么了？里面怎么藏这么多钱？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，你这。我哪知道啊？我这边是你有心里没打开了？你这边打开净不净？惊喜。还没你说这个大猴子，其实你是在发现你老公肯定的惊喜。大叔，大叔，厉害呀！哎呀，我这在心里怎么平安的活下来了？哎，不对呀，大叔，这不是我家呀，我哪来的私房钱？哎呀，坏了，这是我的钱呐！我，哎呦，哇塞！哎，你拿这么多钱干嘛？给我妈换空调呀。哦，哎，那什么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给我来点零花钱了。你也太小气了，五六，妈，你干嘛？我就是一时没忍住，有点情不自禁。哎，我就觉得吧，我媳妇儿现在是越长越好看，越长越年轻，就跟她18岁一样。嗯，真的，就跟18岁似的。18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说你有点过分了吧你？你给咱妈买个空调就2000块钱，够吗？你再来点，快点。真是。抠死老鼠发觉你这一天到晚的，垃圾。
标准啊？当然有了，我女儿这么优秀，第一人品要好，高大帅气，并且呢要有钱。我就说嘛，我这么优秀，一般人能配上我？哎呀，马上走吧。你干什么，女婿？不是叔叔，你听我说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家女儿，你还是让我走吧，好吗？你别问，听着那小毛娘瞎说，也是用别人家的闺娘找女婿，标准，咱家没有那个标准，说男女都行，说男女都行。你过生日，我给你买了个蛋糕，来打开看看。啊，必须的。我欺负你多！哎呀，行行，他吃多了还有讲究呢。记老子行了吧？哎，行行行，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开心点哈！来许愿，快点许愿。希望我能够越来越漂亮。好。希望我今天能够嫁出去。这个滚！你不算了，出去去。我回来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爸，你这怎么了？哎，那玩意夫妻把我又跑了，这个远已经跑了七八次了。啊？不过我表妹长得明白，跑的也很正常。不是你说那个事儿，我拿到去，他女婿都是低价的，扫地、抹桌的，还吃不饱饭。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干你啊！我怎么了？快坐下，我吃饭，走。太仗义，来来，分点分点。丢脸，不分你我。好嘞，晚上你还得帮帮我。那张不亮那边可以请他两个零花钱，回来喝两杯，喝两杯，好像吗？好像吗？爸，这衣服你穿的真合身，特别好。好看吗？嗯呐，倍儿帅，挺好看的啊。嗯，还不是穿我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那我刷的不对吗？是你的啊？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你快停住！手机也是我的，手机也是你的，我买的呀。你拿走，这不对。拿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着走。爸，你别生气，你别生气。哎，我刚发了工资，那都给你，你喜欢买啥咱就买啥哈。还发个贵点糖果呀？没上火，没上火。你是，你买几个红茄子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，爸，我敬你，下辈子我还给你当女婿。姑娘一家的应该吃饭，下回要给你找个漂亮小娘。你送个漂亮的媳妇嫁给你。哎，爸，来，啥也不说了。爸，你们俩。妈，买回来了。我叫你去买可乐，怎么变成雪碧了？对吗？你现在可乐鸡翅用雪碧做呀？妈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你废什么话你啊？爸，你看我们快过生日，我想要个包。好多年以前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从垃圾箱。爸爸，你至于吗？我只想要个300块钱的包。阿姨，我手机没电了，你看你有充电器吗？这儿哦，没电了。哎，阿姨，哎，阿姨，干嘛呀？要了，去买个新的。要了，谢谢阿姨。哎哎，拿来。什么？你买雪碧剩下的呢？就剩5毛了。拿来。我买棒棒糖了。快下下，快下。我替哥哥终于来了。你去吧。喝喝，不是叔，我最后这一口啊，我就喝不动了啊，我就最后这。爸，他啥也不是，每次喝的时候都他先醉。你能喝？那不是遗传你的基因，从来没醉过吗？你但凡醉一回，三十多岁你死于家不起身。那么我嫁不出去，这跟喝不喝醉有什么关系？爸，你眼怎么了，爸？啊？嗯，哎呀，爸，我的爱，你别吓我呀！再见见我的姑娘。啊，好好行，叔。再见我的眼泪。谁呀？前男友。接，开敏迪。哦，喂。谁呀？你还好吗？你一会儿赶快说啊！当初离开你都
让你受了很多苦，我们复合吧。你干嘛呢？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女人。为了你，我拒绝他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去登记？我不去，没钱。我请客。我请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不去。不是你干嘛呀、啊？大晚上你不睡觉啊？我前几天不是借了你200吗？我来还钱呢。啊，那你拿来。没钱、啊。你没钱，你还什么钱？你赶紧快睡睡觉。等会儿。但是我给你打了个欠条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也不对呀，你这少一个零呀、啊，少个零啊！你赶紧走，快快快，快点！你看我也没钱还你，要不然我一下……哎，你闭嘴，闭嘴！哎，欠条你拿着啊、哎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还有200块钱，你都拿着、啊，你赶紧走啊！你少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